终于等到这一天，终于等到今天，他要回到舞台。他是2007年的快男六强，他是舞动奇迹第二季的总冠军，他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的端木磊，他是天天兄弟天天在等的人。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是从2012年跨入到2013年，但是今天对于他来说，是历经了800天的困境之后的涅槃重生。我们都知道这800天对他来说是一场战役，但是可怕的是这场战争好像没有时间表。我们听过一些可怕的传闻，我们也看过一些让我们担心的模糊的照片，但是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回到我们的面前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就是他重返舞台陪您勇敢跨年的时刻。他现在带着这800天积累的勇敢，就站在距离话筒40米远的地方，让我们带着祝福欢迎回归的俞灏明。被感动，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。是一种纵容，我也不肯选择被动。如果有所谓的再贫穷，不过是不敢再做梦。选中没资格懵懂，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，但愿在茫茫人海中，我的眼神你会懂。但愿我们会温柔走。
会有一天和我们相逢。平凡的苦衷，说爱说从头再浓重，被故事选中，每次个懵懂，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再继续向前走。